第一个到哎、欸。对，因为太久没有来，然后怕睡不着，所以就自己练，索性就不睡了，就一来发现来太早了。完全没有人了，然后我刚上车的时候灯还是全黑的，然后想说对，然后想说那现在是什么状况，是不是来太早，一方面也期待啦，因为很久没有来玩，然后这一次就是要坐飞机嘛，所以我觉得哎、欸、那到底要去哪里，然后重点是跟谁，我也都不知道，所以我现在就是在看谁来了，那放不放行李的是谁啊，是你，你有睡觉吗？恭喜恭喜，这个时间出现基本上都是没睡。那这算是你疫情过后的第一次出国吗？是你已经出国过了，算算。我也是，飞一下，飞一下。真的，而且没坐飞机，而且我已经忘记到底几梦什么什么可以带身上，好像是一百梦。行动充可以带身，行动充要放身上，对不对？其实现在这种状况是这样，因为大家一早起来，然后都没什么睡饱，然后戴着口罩，到底谁是谁、啊？我刚才已经跟你聊很久了，对啊。我其实木星啦，哎，今天是所有人都会在这集合吗？我觉得不会，没有没有，不太可能，没有，不一定。不知道是谁？对，知道啊，我来了之后才知道有那个木星啊。我是狗仔啦，我不要啊。不要客气了。等下介绍有谁了？没错。桃园机场哎。陈汉典哎，陈汉典。阿姆莱斯。完了完了完了。不是啊，你在有在合并，为什么我明天要坐火车啊？那我们大家交一下护照。收到 WiFi 机的时候，就代表我们要出国了。谢谢 Go WiFi 的 WiFi 机，谢谢，出国喽！我们都会在那个镜头打开的时候就很努力这样装忙，对。可是我是从头到尾都装忙哦。有些人是真的就是装忙。真的，你看，他就是真的就是在玩嘛。哦，韩国的呀。有很多有人追你的。
冲冲各位，以前玩冷淡就是打着就是每一集都出国，我们都出国。对，我接近3年没有出来，我接近4年没出来了。他因为他当中还有一年去当兵，去当兵的哦。他最近都没有出去嘛，对不对？对，开心了。这个地方你来过，对不对？这个地方叫做什么？我来过吗？来过，庆州、庆北、庆尚北道，我们2年前就来过了。两年前呐、啊，是2年多了啊。对啊，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欢迎信。这个叫庆尚北道，庆尚北道大家比较陌生一点，庆尚南道就是釜山。他们居然带我们来这里看的、啊。哇，然后下雪的地方。就是这个哇塞，往事在这里面。OK， 那我是新鲜。来来，先几位好朋友先给自己介绍一下。来来 ，introduce yourself， 小清新，小清新，才跟王，才跟王，又来了，欢迎欢迎，哦，大家好嗨哟，韩国，哎，我们去哪一国都可以啊，好不好？真的，对呀，对，来来第二位，孙可芳，我是小芳，孙可芳，来，小芳好像还差了点，注意。那有一次，哦，黄色，吓死我！大家好，我是严正伦，今天一直在用爱心。我要唱一下吗？哦，唱一下。好，第一首主打歌是跟大院的低音轰隆隆这样唱的，低音轰隆隆，我成长了，随你的节奏。好像要唱很久。好 ，OK， 好了，好了，自己喊的，自己喊的，是这样唱的。好，来来，这边来了，啊，董仔啦，董仔来了，董仔，哎，金钟奖影帝级的，哎呀，哎呀，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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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在这里呢，不给大家辛苦的，我们轻松的来一关卡，轻松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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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金甲金甲队，而且还没分队哦，还没分队哦，分队轻松分队好不好？轻松啊，让我们 United， 我们大家联合在一起哦。玩一下这个人脸辨识机，对 ，Face Identify， 个人玩个人的，你如果取得高分的话，有很大的优势，对，你会得到 option。人脸辨识机，你。通常都会在看韩剧，没有，我们在看，完蛋，我们在看韩剧啊！台湾家的演员的话，基本上他们比较占优势。注意看到这个脸，你写下他的名字，完蛋了。第一位，名字，哎，完蛋了，我真的完蛋了，哦，第一位，名字，哦。等一下，谁？谁？他有他的歌有听过吧？他不是唱歌的，哎，他也有唱歌，对。下回细溜溜秋秋，有讲吗？他真的有讲哎，谁？他谁？完蛋了，对 ，Kid 又 Kid 又宕机，哎，真的有点。哎，我真的我可能会知道啦。刚刚在推车上我就有看到他，哎，这很简单，家里住高雄啊，对啊。对，提示吗？好 ，OK， 写好了，好，一起亮答案，1、2、3，来，好，保持，胡锡进，胡锡进，答案，胡锡进，李荣浩，李荣浩，胡锡进，保健，保健，保健谁啊？胡宝健来了，胡宝健，宝健有可能是接下来的，啊，对，我真的寒心，我真的不行，放弃了，放弃。好，第二一位，你看。欸、我刚刚在演戏，可是我不知道在做什么、啊。我可以讲他演过的剧吗？不行，哇，这太简单了啦！对啊，哎，对哦，达哥比较宅，我看，我再看一下。那个达达是宅男，对对，然后啊，老婆又是演员，两个人呢，他逼着家里做，哎，看一下，对不对？这很熟啊。
没有，你们跟我讲名字，是新的好朋友啊。几个字？几个字？几个字？你仔细听着。哦，等等等。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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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太明显了啦，这个。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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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是觉得有可能是这个。我看他答案，一起亮答案，一、二、三，宋承宪。哎，先生，他给我，我是宋智宪。算，盖起来，盖起来，盖起来，宋智孝，盖起来，盖起来，盖起来。哎，没有真认不出来谁。宋承宪，宋智宪，点点都没有在看。没有韩剧，我真的挂掉。我们也是挂掉，没有再挂韩剧了。韩国真的都看日剧啊，我都看日剧比较多了。哦，对，疫情期间大家不爱出门，大家都躲在家里看剧。看剧，那我们韩剧事实上很多都看过，我也看过那个无用物，但是我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对不对？我也看那个小女子啊，我有。有没有来了？有共鸣，对不对啊 ？OK， 好，各位，下面一张，一二三，请看。好远哦，因为黑的。OK 啦。对了啦，我的偶像。OK 啊，这个可简单了，但我突然忘记他的名字了。这是我的偶像。外号可以吗？对，外号可以吗？好不好？哎，不要那么严格，快说，哎，这样突然忘记，这个是我唯一会的了，是吗？啊，你要写绰号吗？绰号啊，就是大家知道可以吗？大家认可吗？可以的，可以的。反正现在比数已经悬殊成这样，难看，真的认不出来谁吗？各位，没有错，他会让我想到 bingo。前面到底外号可以吗？是这样，他的毛发跟我的 bingo 很像。这个毛发。好，下面一道可不可以？外号可以。啊，一二三，长颈鹿。长颈鹿。啊，李光洙了。李光洙了。李光洙了。李光洙。哎，这个是，你说，哎，你画，你是不是画李光洙？你是画李光洙对不对？哎、欸，他叫长颈鹿，所以他个子很高的，对。哎、欸，你看，所以 OK 吧？长颈鹿可以吧？ OK 吧？我至少认出来。哎，长颈鹿，那个唇角好像没。哎，真的不是哎。有都有在看剧的哈，请光洙啦。出题。哦，拜托，这个基本上送分了啦。我有跟他合照过哎，开玩笑。可是又没错，这送分题呢？他老婆也是一个艺人呐，对，金泰熙嘛。哎呦，是吗？好像是吧。一二三，亮蓝。Rain Rain Rain， 哎，有人拼错，哦，拼错，哈哈哈哈哈，拼错可以吗？不行，你拼错不行，谁是演呢？谁是演呢？谁是演呢？你该不会犯规吧？你不行。长颈鹿刚刚有一分了，有一分。好，下面一个，请出题，一二三，怎么可能不知道吧？哇，没谁。哎，这个不知道，不知道吧？哦，你是那个很经典的那位吗？经典吗？哈喽，哈喽。那一天我去那个核心做全身健康检查，有遇到他。对，真的。健康检查的时候有遇到他了，真的啦。完了，不确定。我也是，有啊。啊，一二三，亮蓝。我不知道，我认小贤。谁是李英爱吗？不是吗？答案是是吗？李曼秋，很厉害，你怎么都知道？李曼秋，不知道谁？你是谁啊？我看提示那么清楚，我说做健康检查有遇到他，为什么李海一？要不要照大肠镜？要，要不要大肠镜？哦，大肠镜，大肠镜啦，我们要去看，对呀，大肠我写不写？可以了吗？好，来下面一题，请出题，很难呢，完了，啊。请处理，很难呢。完了。哦，这个我看，这个应该是有韩星在台湾了，目前知名度最高的一位。对啊对啊对啊。你如果只写一个小的名或干嘛不可以啊？好吧，不行啊，一定要三个字都出来，梁鹤群都写出来。小梁哥也不行，小梁不行，大飞可以，大飞可以吗？不行，一二三。恐这个 OK 了 ，OK 下面一个来，请出题。啊！大中
中文写真的不好写，你三个字怎么写？那你们那么熟的，对不对？名字叫什么？好了，提示了，提示，兴隆。新龙，这个有这样的压力是不行。你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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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手。你了，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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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聚训业，哎，那这一题算蛮补，大家都答错，就我们两个答对了。哎呦，加油！来下一题，一二三，好了。哦哦，我这一个就王建民了。哎，是吗？他是谁啊？大哥，你这个你们不知道是谁？哎呦，对嘛？我想要入围啊！对啊，谁？这怎么可能不会？对啊。哎，我刚刚什么鬼的都会了，这个竟然不会。好，一二三，亮蓝。啊，谁？谁？谁？刚写错了，刚明明就写错了。他全部都对，人生好，你全部太夸张了。你相信真的好不好？好，下面也会一二三。好，好，啊，对呀。哦，女生来了，对呀，美女生了，对呀，这怎么可能？哎呀，不知道谁，对呀，这种都看过，但是不记得名字。他有演那个，对，他有演啊，鬼怪啊，对，他有，最近一部也很红啊，最近演什么去了？小女子啊，小女子没看。三二一，亮答案，来请亮答案。金高银啊，对，哎，细米啊，高银，金高银，金高银，小 S 的女，小 S 的女儿莉莉啊，蛮像的呀，蛮像，是不是？是不是像莉莉？我写孙艺珍，这样啊，金高银，我就从头到尾就来个孙艺珍，看会不会中？要压了，压了哈。下面一题，出题，又是女生。啊啊啊！这啊，真的啊！等一下，对呀，这我很眼熟，但是名字啊，我真的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完了完了完了！一，抓不住了。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这个很熟，等一下，再这个很熟，这很熟，这可以再唱一下那首歌。啊，他很哦，当当当当当当当，同一首，同一首啦。哎呦，三。突然想不起来，完了完了，真完蛋了！亮男，怎么会想错？怎么会想错？下面一个，请出题啊！题，不耐烦。好，哇，啊，这是我啊！哎，我刚刚是那个游戏。哦，哎，这样子，我觉得我们主持人都被扒了，扒乱七八糟。比较难一点啊。我知道，我知道，有知道，我知道，这我知道。好，讲出来什么单？一二三，宋智孝。哦，哎，他是智孝吗？对对对，智孝短头发，最近剪头发啊，哎，这张照片他现在很多韩国的综艺节目里面，龙英妹，龙英妹，龙英妹嘛，对吧？对吧？对的。哎，那我们两个去旁边坐。我觉得我们也不要浪费纸张，不要乱，不要乱写。对呀。OK， 来下面一张，一二三，真难听。吴承君，吴承君，他也有唱歌，他也有唱歌，他也是天然美女，对对对对，哎呦，对呀，不是他演超级多的，我演超吴承君，他演超多戏的，超多，一二三，亮蓝，是不是 IU？ 胡杏慧，胡杏慧，胡杏慧。我就是这个，我这个我就直接可以了吧？哎，我直接斗到底可以了吧？没错了吧？中了吧？中了吧？第一张怎么办？我就是一直这样子，我每张都是这样吧，我就是中了。OK， 可以了吧？可以可以可以，可以了吧？好 ，OK， 最后一位，一二位，一二三，亮蓝。啊！对对对！啊！我们家叫什么了呢？对。哎，我也绝望了。Running Man 啊，跟你讲清楚啦。那个主持人嘛，相信的。天哪，
对啦 ，Running Man 到了。哎，我等一下，没有就没有。这个是唯一的机会，等一下。对嘛？知道他。你好像每个都知道。每个都知道啊。这个是我有机会的，这是我有机会的。三个字。加油！给我们个提示。石头的石。还是熟头的熟，反正算熟的熟。他的名字熟嘛？有没有熟？有一个金属元素。哦，哎呦，有提示哦。有都提示到了，金属元素。好，一二三，等等等等等等，元素表背。好好好，我有，好来哦。快点，你要不要站近一点？这样好像路人，然后差点。哎，你叫乾隆，叫乾隆。你说你当什么？龙呀龙呀，高正来，一二三。我真的快不了。点点发白了，点点发白了。啊，哦，把它当作自然草。还有无痛分娩。已经不行了。哦。有没有熟？有一个金属元素。我提示到有金属元素。好，一二，等一下，元素表背。好好好，我有，好来哦，快点，你要不要站近一点？这样好像路人，然后差点。哎，你叫乾隆，叫乾隆，你说你当什么？龙呀龙呀，高正来，一二三。一二三，六在十。名字里面有一个金属元素。刘在石，刘在石，错，刘在石，刘在石，刘在石，差多了，我知道他了。我们现在统计一下，到底他们总共认识了几位？数字越高的，代表你成绩越好。当然啦，成绩越好的，他有资格去选择说我要在哪一个战队。差很多。好，来我们看分。好来，哦，小七炫九分最高了，昆达也是九分，姚春耀也是九分，严正南四分，点点三分。OK， 两个队长往前站。所以我们等于说我们的分数不重要，对，要参加了，我们要参加。对。啊，好难选哦。如果爬山，感觉头身可以背我。我不能背。各位，下好就离手了，好不好？然后呢，你要知道每一队它的额度就是四席，如果你选完了，那也就没有了哈。好，首先两位队长，闭上眼睛。这很残忍哎，这很残忍。选，一开始四个全部选那边。选择一位，来，请选择一位。你可以站到他的旁边，一、二。三，好，两位，请张开眼睛，请张开眼睛。他也不会飞你啊！我可以飞吗？没关系，没关系，我们的交情。不要再情了，交情没有情了，我说你这些再情呢？不要这样，你刚说你不会飞我。好，我中。第二一棒。姚春耀，要 man， 他来了，好，春耀来了。那个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到底选哪一边？等一下，两位队长，哎，怎么样？我可以，你可以哭吗？因为刚刚宪哥说一边是友情，一边是爱情，然后这边说我就在那边了吧，我就在那边了。心虚到这种地步，太心虚了，好不好？他还可以移动，对，他可以移动。对呀、啊，请选择。一二三，请。
不要再提了，大哥他本人，对，伴郎的交代很重要，那其他伴郎，因为这样比较起来比较有那个，有连结。我有带朋友出去玩，然后朋友选别人。哇，OK 啦，不能被他影响，不能被他影响。各位，心理战。好，我看到汗点了。好，OK。看到我，Oh my God，我也是人体装的。好，来可芳。好，可芳选择之前，请两位队长提出邀请。我觉得可芳非常的适合来到我这边。为什么？因为毕竟我也曾经有演过戏，非常了解演员的心态，他的心里面，可以教导他在这一次的这个整个关卡当中，可以如何的去取得胜利。好，我觉得孙可芳非常适合我这边。为什么呢？因为你平常都在演戏演多了，你来上综艺节目不就是想要放松一下、自由一下吗？如果你来到这边还在演戏，那就在工作嘛。你闷了4年，好不容易出来了，我也要出来，花了那么多钱，你就是要来 happy 的嘛。啊，你那边过来还要教你演戏，教你干嘛？无聊嘛。啊，你回去台湾就好了。好，两位队长闭上双眼。这一票很重要，因为他可能会决定。口方冰雪，骄傲蜂王。口方冰雪，对，骄傲蜂王。不要误入歧途啊！哎，不能讲了。不要误入歧途啊！哎，不能讲了，不能再讲了。哎，终于有人了，终于有人。我是瑶。一二三，张开眼睛。主要目的就是把收视高点留在我们这边。OK， 高点，高点，点点点留在这里，对，守住，对，懂点。OK， 希望你们啊继续加油一下。那现在肚子饿了吧？饿。各位，我们录影录到你看月上东山，就先来吃一下当地非常有名的南瓜。来，你们请。来，我们这边请。来，你们那边请。你们先请，你们把那个收视高点留给他们。我处理，我你们的选择我都 OK。来，不要再请了，分着走。你们的选择我都 OK。我处理一下私事。不要看他，不用看他。来，走。特别是你，不要管他，走。我刚刚没有到那个选的那个。我跟你讲，我们其实没问题。我跟你讲，也真的跟着走了。别走了。Oh my God！ 团队的精神，团队的默契。My mother！ 太酸了。没有，我很开心，我们这四个，因为我好像跟点点没有同队过。我前次其实想要跟你，我就是想跟你对，对，他们那边就是颜值高 ，OK， 颜值高嘛，对啊，但是呢，他是怎么样呢？收视高点吗？这收视高点在这里了，难说嘛，可能不好说啊，不好说啊。不客气啊，吃了。这个酒菜，好鸭，翻炒鸭，鸡肉好鸡，我好像要。第一次看到有直接整个鸭的，对啊，好吃，哇，好吃，哇，哇，哎，我觉得那个鸭肉就是要配一些小菜，对，小菜怎么样？谢谢。
健康啊！太棒了，不要拍照喽！不要拍照喽！祝你快乐，祝你生日快乐！好厉害啦！哎，大家有没有《三国史记》里面提到这座桥——月经桥，全长66.15公尺。哎呦！好，那这一关呢、啊，我们在这里玩一个游戏之后，我们就要回去了。那我们这个胜负，我们会用那个韩国的寡龟，寡龟决定你们这一关拿的分数。啊，那这个对照，我告诉你们，这个分数啊，有白的那一面，就是它的分数，还打叉叉就没有。但是呢，如果四个打叉叉，那叫 TD， 可以拿到5分，好不好？有的投哦，这样是3分哦，这样了解吗？了解。好，够心。所以每一关，每一关可以得到1到5分。加油！了解我跟你讲，最近要上高高新戏，就叫醒龟，所以哇哎呦，我应该是可以刮出厉害的龟。哎，2分，因为要醒龟这一版嘛。哦，2分，醒龟哦，哎，祝你醒龟哦，恭喜我们黑队，韩国玩人大的第一关他们获胜，你现在可以得到分数是够啊，高高，四分。超屌耶！厉害，厉害，厉害！你一定是说，可以了，可以了，玩的不错，超屌，超屌，超屌！所以目前来讲，2队的分数4-0。在月经桥这边要来一个默契大考验，好，来看一下啊，我还没错，默契，默契，对对碰。那我默契好，好就好了。你看哈，我们中国字它很简单，有边读边，没边读中间，所以我们会把这个字拆解为两边，一队派出2个人。好，我们是计时赛，2个人，然后往桥的那边走，去找到一个部首，这边啪去找到另外一边，回来，两个啪斗起来，是一个字的话就过了。在这种天气里面跑400米，会让你有永远难忘的回忆。没错，气对对碰，我们是比时间的时间赛 ，Let's go。好厉害了！我们现在正在这个整个木造的月经桥上，是是是。它这个地方哦，到了晚上还有很多韩国的朋友都会来这边。对，它这里是看夜景的，浪漫。对，你看到处它灯光呢，哎呦，都非常的漂亮。从那边到这边66.15公尺，好不好？所以这就是你们中间点了。那两边我们来看看哪一队要先来，我们是计时赛的，来两队。点点，来。谁先谁后？我们用一个很特别的方式来，来，怎么样？剪刀石头布，漂亮，特别，一把决胜负，好不好？好的，点点，用脚猜要不要？用脚猜，不用，就跳高一点。强运哥了，点点跟鞋子，好，来，纯药，剪刀石头布，对了，强运，好，准备了啊，好，你们先，好来，好的，准备计时。好，第一棒准备好了，而且没有让您那么舒服的，脚底下让你们健康一下，健康按摩鞋，预备备，计时。好，超级他不痛，他怪了，他没有痛感。他的最怕这个的，他那个脚好像都是死肉。对呀，怎么痛？
先回来，没有这个字，没有这个字，就可以出去了。碰到丑就可以出去。简单一点，简单一点。住人住！把我再忍住，把它当做自然草。哎，很像东北二人转哎。对啊，自然草，你怕了，对不对？没有这个是他已经你拿上去地板怎么湿湿的，哎呦，自然草对，这个比身条还要痛哎！你要拿什么？好，撕下来，来扣一下啊！它也会痛哎，哎，你会痛，你终于很痛很痛啊！真的，我记得是忍过，哎，我快点！好，没有这个字，来，不，这个到时候真的会乱掉，对的，脚很痛，对，影响到腿。哪一好？啊，目前已经用掉5分36秒。不是，你们才一个字。有了。有了。两个了，最后一个。来啊，你逼我，你刚才盐布两个就有了，走，快去。好，没有，我拿盐布，我不会再拿盐布，你要想。对啊，不会再拿盐布。分数烂到哈，这边都不想干预他们了，随便他们。我想这招月经桥对你们来讲应该是会留下深刻印象。
你们总共用了9分25秒。第一棒比较久，第一棒没有概念，没有概念。好了，黑队第一棒，我们来打打。不，好痛哦，好痛哦，好痛，好痛。不不，可不可以跪着走？好痛！是不是有放针呢？好了，第一棒用了9分25秒，黑队的第一棒，请准备预备。为什么？哎呀，痛啊！怎么喊出来会比较不痛吗？啊！我看完很多牧场，水桶水，我拿水，好痛好痛啊！好痛！三水，啊！贴着贴着贴着香水，贴着香水对。我们有用脑袋，好 ，OK， 好啊，试一下，试一下，交给我们，好 ，OK， 好好好，够够丢了丢了，好，去去去去，继续往上哦，继续，哎呦，厉害啊，哦，为什么这种东西不会踩久了就不痛呢？嗨一嗨，好，哎哎哎哎哎哎，刚刚要说什么？哎哎哎哎哎，十指紧扣，还有话要说哎，哎呦，一个一次也一次，真的，一次啊 ，OK OK， 没问题啊。我刚刚拿什么我忘了，碰到我忘了，忘了。好，因为我是运动员，然后我也看得到。对啊，对。五分钟，一分，慢。因为他刚拿的是后，所以他不能拿重复，所以我绝对不能拿次。然后他看到我刚刚拿了足，所以他就不能拿我足可以凑的。如果达哥有用脑的话，没，来嗨一块，他们一拍一拍，我们就把他分开了。赶快啊，好，快，抓不了了，我不行，我跟我的脚。某个穴道已经不行了。哦，这个穴道换一个位置。哦，我瞧一下。哦，哎呀，啊，换一个位置，有有。因为他坐垫。我再拼一次。先拿上一个。我猜他会拿上一个，那我拿，拜托拜托，大哥你一定要拿上一个，拜托你拿上一个。哦！碰到一起是中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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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撕下来。哇，这我好严格，我刚 key 都抓准了。哎，两位请注意，已经5分钟了，把你撕掉。好，走，后面还有变数，我觉得。他刚拿了什么？
哎，要不要拿上一个？那我也拿上一个。答，这就是我们的默契了。答，我猜你会拿上一个，我跟你也拿上一个，我们就凑旅行的旅，旅行的意义。你看过了许多美景，是吗？这个时候分散注意力是对的，你要把注意力放在脚上。唱歌，唱歌，起立！叮叮当当，叮叮叮叮叮当当，叮叮当当，来吧。嗨拜嗨拜，哎，中，哎哎，不能一样，哎，眼神可以交织，眼神可以交织，嘴巴不能对话。叮叮当当，叮叮当当当当当。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什么？除了这两个以外，竹跟方都不行了，剩下别的啊，哦。他刚拿了竹，所以我绝对不能拿竹布，我绝对不拿竹布。他刚刚凑过什么字了？快七分钟了，所以这一波是关键，这一波关键，这一波很关键。说说说说，叮叮当当，过来！快点，我过来。好的，刚是九分二十秒，哎，急，好，太急了，急，没错啊。黑队第一棒，七分三十五秒。好，红队第一棒，准备，第二棒。等下，走过去之后啊，你看完五个，你大概都可以知道部首是什么。是。就从笔画少的开始打。那我跟你们说，比如说他打哥他回来，他不是拿了一个竹布的另外一边吗？我就你们就要知道我，他就要知道我不能再拿竹布。然后我刚拿了方，我也不能再拿方。对，所以他唯一看过的就是木，所以他就凑一个可以跟木凑的。就你要用排除法。好，你们现在呢，都活生生落后了一分，大概五十秒左右。好，加油，你们要追回来啊！一边。黄队第二棒，跑起来，跑起来，靠你们了，跑起来！真的很痛，会啊，不，不行啊，啊，会，哦，是什么吗？哦，哦，啊，这个啦。别动，别动！等一下，等一下！不要偷看啊！我没有偷看，我没有偷看，没什么偷看的，这个，我都在地上了。啊！走！走！哦哦哦哦哦哦！哎，姿势不好看哦。有呀！哎呦！快快快！有有有！快点快点！跑起来跑起来！撑一下撑一下，靠你们了！好，撑好了，把杆丢下来，撕下来了，还没有。好，来抛下抛下，走出去出去出去！好，来。好痛啊！真的好痛！等我一下，我真的很痛。没有，撑一下，撑一下。痛是对的，痛是对的。痛爽，痛爽。哎，痛，提一下，提一下。痛就提一下。痛代表你身体最健康的，休息一下，休息一下。不讲话，不讲。来来来来，先抓，先抓。好，好，休息一下，好，休息一下，好，去去去。够够够，来哦，好。想起来，想起来哦。臭不行。这个要放回原位。所以是这个。你怎么了？好痛！我操！我哇！等一下，我想一下，要不然这一趟过去就没有后卫了。先来一个！快点！
没有了，快点，没有，没中，没中，没有，快点，快点，快点，没有就 OK 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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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他，冲他，闪电，点点点点，冲他。点点发白了，点点发白了。出去，点去，去去。哎，你出去，你跑得好鸟哦。撑着点，撑着点。我真的快不了。刚刚是什么？我整个脑袋一片空白啊！哦，不可能啊！哎呦，啊，好了，啊，哦，这次保证万无一失啊！快点摇摇摇！还是一样哦，照着公式哦。好，板板撕下来。好，照着公式，照着公式，照着公式，去去去！什么公式？拼了！各位，现在他们用了4分15秒的时间。有啦有啦。有什么？这有吗？没有啦。没有啊，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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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不是步骤，这边那个不是步骤。好好，没有没有，走走走，公式哦公式哦，没有没有，你等一下，哎哎哎，去。不行，不行，新的，新的。哎，有了有了有了，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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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吗？是吗？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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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杯杯，哎，我抓坏，碎啊，碎啊，碎啊，好好，不得阻挡，不得阻挡。在哪里？在哪里？就从比划少的开始打。睡油，加油哦！睡油，加油油！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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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他们好像掉出来就对了，掉出来。他们好像很拼命的。啊，好没有，好还快，还快。放回原位，箱子要放回原位。自由，自由，自由！别！最后一个，好，拆下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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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
时间观察的全书，黑队的第12棒只用了2分，哇，太屌了！连我们都敬佩，连我们都敬佩，两队结合，连我们都敬佩，而且他们那个冲杀的精神哦，让人觉得害怕，你看到比 K 的还快了，对，真的快。所以玩完这一关以后，我刚刚告诉你们说。要用头脑，是不是真的用头脑？你硬在那里凑，靠那个 lucky 是很难凑的，很难的。没错，好了，恭喜黑队战获胜，来，来来，宝贝，好，谁来？我们给我们的闪电侠，闪电侠，闪电侠，一定是啊。哎，他这么痛，脸上还带着，不容易啊！要趴很高哦，哈，哎，撞到屋檐自尊。1、2、3，哇！4分，雪上加霜。哇靠，太屌了！好，平安啊，各位，今天天气在这里已经慢慢到差不多4-5度左右了，越来越冷了哈。但您的精神已经燃烧了我们所有热情了，再次给自己热情掌声！哎呦，我真的不能太强，这个速度太屌，这个太屌了。对，然后比 K 还快。前后拖累太多了。你们策略太强。对不对？就是要有个人去拿上一个，然后一个人配合他。对。所以才觉得你，而且我就是相信你一定会拿我觉得的那个。默契太好。默契太好，像我跟小吉月的默契就还好。没有，我们是前车之鉴。上一秒钟上一个，然后我们都拿个别的上一个。我发现达哥他们的状态应该是先以部首，就是比如说我是要配部首的人嘛，对，我先以配最少笔画的部首为优先。嗯，哎，达哥，有，你们是用笔画的第一棒，你们的笔画对不对？怎么安排？我们就是先看完一轮之后，然后你大概会知道部首是部首什么，然后先从笔画少的开始。对，对啊，对啊。你们也是这样。没有，我们一开始不是这样。我们第一次乱七八糟的时候是没有想到这个。你看得出来，看得出来。是还要被侮辱，不要跟他们讨论了。对啊，奇怪了。你们就唱街曲，找到5个人，他们点了什么菜，然后我们就招待他们。Oh, that's good ice cream here. 这个，共同来，哎，谢谢你们。哈哈你们点三个，后后后，我，哎，好像说你在那边，好，对，逛一下，你逛一下，你们好像很排斥我，穿韩服吗？对呀、啊，我第一次。第一次。对呀、啊，我第一次。哦，你说我也不搭。哇，你看起来很像正宫哎。你说我是正宫。对啊。你看起来是我们的正宫。我很像妈妈。你也在大堂的那个，你也在工工作。他翻牌，我才会知道今天要带两个小姐。妈妈今天带我了，妈妈。穿韩服一样配凉鞋。当然，这颜色蛮搭的。我等一下给你全新的视觉享受。太红了吧，哈！哦，你看这个枫红有多红，哇哇，好美哦，这好像假的呀，哇哇哇，天王哎，哇，又飘下来了，哎呦，天王锁的门，天王秘密的，天王秘密的 ，IP。
Put your hands together！ 哇，厉害！活佛寺这个是新罗佛教啊宗教的一个中心，在这边是世界遗产。对，以前有他们这里有一个叫王城之乱，城是那个新城的城，新城，哎，王城，他在这里有作乱，作乱以后把这个活佛寺整个烧了。哇！所以大家有看到那个梁柱有没有留了梁柱，留了那些水槽或什么？是，这个就是他的遗迹了。哦，哎，所以这是后来重盖。然后这边里面啊有一个。金珠，日本招财猫有没有？啊，这里是金珠，每一个人的都会到里面啊去看这个金珠，摸一下，让他摸一下。我们等一下在这里就来玩一关，来，请看，庆北在地通，好，在地通，当地的。老外有一句话，路在。mouse 对 ，Lo on your mouth， 露在嘴上，你就逢人就问就对了。出去前会抽一张问题，他们就拿着问题离开这个范围去问当地人，答对了就拿回，就可以拿回来，答错的话就会有个小惩罚。哎，我觉得我们昨天已经以8-0的攻势。就是领先了很多，那我们今天还是要非常的谨慎小心。通常一天会有一天的亏，第二天的亏要注意一下，尤其头一关。对，好可怕。虽然说现在是赢了，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一直赢下去，卯足全力，没错，就那一句就够了。阿尼亚西哦，亲切了，对，就亲切感。那你说 hello， 他就距离一样。对，我跟你讲，不能忘光客了。对啊，然后。在地人，比如说那些扫地的那些，说不定都对他们来说就是很平常的家务事。谁先来？谁愿意自己说？我来，好，可以突破樊篱。再来，给我这个，再来我。好，再来你，再来我。好 ，OK， 1、2、3、4 ，OK， 可以了。OK， 好，很好，大家很好。看那第一棒在哪里？来，蛋黑，蛋黑，好，蛋黑跟那个，哦，你们自己抽好了。开卷，啊，剪刀石头布。我们把输的几率先用掉，因为这没差。选一遍，然后什么？把输的几率先用掉啊。你这个哦，我吹哨之后，你们就可以出发了。OK。啊，千万哦，我讲一些观光地区，我们小心一点，不要撞到人。好，比时间的哦。OK。你回来交给别人，交给别人这样哦。一边。走，尽走，好，不能跑。下列景北中何者是古装剧的拍摄地点？古装剧哦，古装剧。我就问他们，哎，上面的，上面的，会有，哦，有吗？哦，会主管。哎，我是村长，一半，哎，三流之路，答错，加油。啊，就答对了。啊，出来吧，二号，不要来吵。一个看起来像，你是什么？下列哪一部韩剧是在线上北道拍摄 ？Oh my god！ 哎，这样子这一榜不错了吗？他就错了，但那一榜要退回。对。안녕하세요。他没有，你讲一下就是那个他，结婚你那个。답이어떤거예요모르안동마을인데모르겠습니다 B B 아네 B 나错回去B 哎 ，B， 错，答错，拿回去 ，OK，Thank you， 哎呀，答对了，哎呦，对，下一题，哎，下一题，来，快，第三棒，来，翻译，我打妹，有没有，哎，打妹惩罚，哎哎，我带上去了，先装鼻子，再装耳朵，哦，对。可以吗？
我觉得这个上了年纪的会知道，因为他是问行政规划。啊，全双密达是这样念吗？全双密达？对，那个模型，现在平常都平常不查了，两年都查了。请他回答，你选的不能换哦。哎 ，B、C 都给他了吗？把他们这个这里选一个。B。B。男性的。啊，那是。哎 ，C。B。啊，他选 C。他选 C。C。不是 C。C。答错。答错。No。不是。惩罚。附近只要有人，只要附近就有人。好。对啊。因为没办法，不要跑太远了，浪费时间。就是还是看题目，如果是问历史的，可能就会找比较资深的。哎，感觉不容易，不容易，不容易。又错了！哇，那真的是很难的题目。好，不要问年轻人。哎，惩罚，哦，好忙哦，忙着惩罚啦。他们已经有三只了，鼻子，三只小猪了。哎，鼻子，耳朵反了，耳朵反了。先装鼻子，再装耳朵。我们要四只守护。好。Hello。哎，不能用，不能用，正规哟，把车子推哟 ，A B C 中间穿了嘛 ，A B C， 不理所哟，选一个，哪个车应该穿用 ？B， 答错。又错了哦，哎，找年轻人一样，又错了，他们四只。怎么样？哎呦，答错了啊！答错了，好，来，啊，摘帽子，啊，先鼻子，先装鼻子，再装耳朵，对，哎，答错了吗？答错了，好，给我惩罚。目前天上北道的行政规划为何？天上北道行政规划为何？我觉得这个应该要找一个感觉是比较聪明的，或者是说，天上北道，我觉得找一个老人家好了。ABC에 어떤 거예요? 뭐요? 민경수지 아니야? 어, 민경수지. 아까 말했던 거 맞아요. 민경수지. 맞아요. 그것이 나도. 아! Thank you. Thank you. Bye bye. 对了，好，来，好。随便问。好，好，来给我。OK， 好。随便问，再来一遍。好。One question. 我是什么？행정시 11구, 행정시 13구, 11개 12구. 행정계획. 네, 행정구역이. 현재 경상도 행정계획. 네, 행정구역. 시가 10개, 군이 12, 군이 13개, 군 11개 시에 아마도 몇 번으로 찾으실래요? 우리 정확하게 몰라. 잘 모르겠는데. 그런데 아니 하나 찾아야 돼. 하나 찾아야 돼. 김철민 씨, 장유. 장유 씨. 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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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맞죠. 맞아. 오 맞네. 맞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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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不是要守护我们吗？守不住，马上守不住。你好，米达。Can I ask you a question? Yes. Which one? Which one? Yeah. This one. This one. Hey. Hey. Thank you so much. Yeah. 答对了。好，来。好，来。Hey, Samina. Do you know this? Then.
죄송합니다. Can you help me? No? 죄송합니다. 네, 죄송합니다. 말이죠. 죄송합니다. Can you help me? 10시 12분, 12시 12분. See? See? 好, 감사합니다. Hello, hello. 여기 가봐라, 맞아요. A, B, C.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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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아, 맞아요, 맞아요, 오케이. 哦，这个速度应该是胜利的一个速度了，胜利的号角已经吹起来了，叭叭叭叭叭叭，耶！为什么那么快？耶！恭喜恭喜恭喜！哎，恭喜恭喜恭喜！啊，恭喜恭喜！恭喜恭喜！耶！换人换人。啊，答对了！不要换了，不要换了，对了吗？对了吗？没错，啊，他要让我们变成全猪了，全猪，Go。行政规划区，行政规划区应该要找考生，我的亲，应该要找考生。你好，考生你好，你好，这里有考生吗？看起来有在念书的，看起来有在念书的，哇，这一群女生。别在吉祥物，我觉得是石头爷爷嘛，很简单。他应该是石头爷爷，对吧？石头爷爷是那个济州岛啊，济州岛，济州的石头最多，错吗？哎哎，啊，答对了，好，好，来来来，边坐边坐边坐。该提到底多难啊？是什么？来，我们分享分享。来，庆尚北道行政规划为何？正确答案是。B 十四十三郡，对，啊，全部人都打什么 C？ 全部人都打 C， 答 A。恭喜我们的黄队，耶！啊，要抛高高要打，直接给他一个平反。啊，一滴啊！两呀，一样啊，两分啊，两分。没关系啊，有分有分总比没分好啊。你们干嘛这样子？这么生气？因为我们赢了，赢啊，开心啊！哎哎哎，两分两分两啊！人家在你们家里面参观一下金珠啦，好，总要看一下来都来了，对不对？而且我们穿这样哈，不会被驱赶，因为我们这次他们都以为我们是工作人员，是，对，好不好？那我们就在八珠直接把这个吉祥如意、赚大钱的感受带给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来。一起去看金珠喽！开心的，好开心啊！赢了，师兄，我们赢了。哎，师弟，啊，你要去哪？你要去哪？台下去摸你啊，摸我们的珠珠，摸你，摸你的神啊，摸我们的金珠啊！我想要去摸那个，那我是说里面的金珠啊。啊，师兄，误会了啊！他们在看我了，好想看你啊！我的猪尾巴已经露出来了。这里啊，哎，这么可爱，哎，这里啊，我还以为很大，我还以为是华尔街那种嘞，哎，对，而且是山猪，哎，而且它有牙齿，哎，不觉得摸到已经没有温度了吗？好像我以前的狗牛头梗，而且它那个鼻子特别长啊，好可爱哦，闪翻啊，闪翻啊，弟弟。哇，对对，我再给你看这表情，好，他是这样子惊悚，啊，你是这样可爱，在他后面，他是我的，看一下长什么样，有吗？屁的，你接见过吗？我连摩登在后面怎么讲？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哦，在前面，可以。还好我们有董导，他真的好优秀啊！对啊，车上一直在找，一直在研究。那个两个演员再近一点哦，我们男女主角还很棒。哇，好漂亮！再招，再招，好漂亮！等一下哦，董飞，哇，好像，好像耶！哎，漂亮。
像？超像！哎，这个枫叶太厉害了啦！你看，阿里哥，哎，他们也很好看。哎，我也想拍了一下。我跟你说，国国寺这边，国国寺必须凭良心跟大家认真的推荐。世界遗产之外，这一个季节呢，刚好是有红枫。没错，这时候刚刚好，大家可以来。而且这边是真的超美，怎么拍怎么美，怎么拍怎么办？如果人像给他，如果你是王美，号称自己是王美的，麻烦麻烦带这一套，直接悠悠哉哉，好不好？给你们点 idea， 好不好？我找到流量密码了啊！这条感觉蛮热闹的哈，来喽来喽来喽，来，黄里团路这边啊，很多韩国年轻人都喜欢来到这里，有没有？有，老的是呢，这里很好逛，对，他到处走走逛逛，那个心情哦，完全就是不一样，对，啊，这里还有当地的 local food。这里的美食很多，南方美食，那年轻人的美食也很多，所以我们这里要来一关，大家轻轻松松的，好不好？哎，点菜好好吃吗？哎，来来来，这个是必吃的美食。哎，但一样吗？哎，一样，两张都一样的。来到这里，让你们开心的花钱，哦，好不好？8万块，不用比拼啊！啊，不用比拼什么，这么爽？哎，真的给钱的啦，好爽哦！哎啦，总是要开心嘛，对不对？难得来韩国了，来8万，哎，八万相对于台币是多少钱？8万没多少，2000多吧。你们就上街去找到五个人。这五个人，然后他们点了什么菜，跟着啊，你就帮他买。哎，想吃什么？啊，我们就招待他们，请他们吃。8万块交给你，跟他一起，我们就对，跟着你们一起吃。对啊，这很好的交流嘛。对，韩国人真心嘛。对啊，那这是比什么？你明哥，这比什么？你说啊，这没有比什么？没有，都没有比什么？没有比啊，就不需要比什么，给大家物美啊。都机械啊，没有关卡，我们这一关就是给大家。好好体验一下，好不好？好，两队准备出发了。一起找一个民众，然后问他说你要吃什么？问他说这五个你要吃什么？对，当你们要选定了之后，然后一起开一口，然后你要吃什么？然后你们还特别买一份，然后一起吃，做国民外交，就这样，就这样，对，速度吗？没有速度，只要五个都吃完。没有规定，要吃几个？没有规定，民主民众。比如说这个吃一次，没有，对，这个吃一次，吃一次，最赢。哦，找啊，比如说这一道，找五组人，啊，找回来最数量最多，刚好五组都点到，那就最少，这样就最好，是不是？没关系啊，你们在瞎猜啊。你们会不会觉得我们五个都吃到就好？好啊，因为我也都想吃。好，那我们直接杀去对面，这样我们就可以都吃到了。过对错嘛，我们那边刚好有一。我们想尽办法，每个都要吃到。对，因为我们这看起来都很好吃。那我们问年纪大的跟年纪小的，要不要就问隔壁那一台？好，我们这边哪一台？这边对面。帅哥魅力，帅哥车动。帅哥魅力。哎，可是这样子，我们只要问一个，对不对？一次一组就一个嘛。很多，然后又全部都要给。No， 我们要的不是破。哦，走那边啊，好。这个我把衣服先给你。女学生要吗？好，不好吗？女学生腿很漂亮啊。因为她一直在笑，我觉得好像。我觉得有机会呢，好可爱哦。好，我们走啦，我们走啦。可爱的。Together. Because we're Taiwan. Yeah. Taiwan. Yeah. And we are famous. Famous in Taiwan. Yeah. Fam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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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m
after school？ 哎，英文不错。没有，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有翻译，我们翻译。到。One, two, three, four, five. 哦，好可爱哦。因为我们应该一起吃一个。我们一起吃一个。都干嘛了？吃一个就好。Three. One, two. 可以帮我问一下说，他们是高中生还是他们是高中生吗？高中了。哦，高中生。那你觉得我帅吗？我帅哦，还是个男呀？想要我有，哎，不是，结果没有，太吓到了啦！没，你问他是不是他帅还是我帅？我们都在看你，大家都在看你。哈哈哈哈哈哈 ！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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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个后面，我们后面哪里啊？哇！好了，欧巴，我们过去，等我一下啊！你要过来是？哎，重击欧巴，他是第一种。欧巴，你要加油！加油！我们恭喜加油！哦，然后我们带他去，请他吃。耶！终于，他找到他的女朋友在里面。他把他女朋友丢下来了吗？啊，你要去吗？那我们要买两个好了。好 ，Where is from？ France。哦 ，France。哦 ，France。Bonjour。Maybe only one we could say is bonjour。哦，这个 same。哦，哎，对，哎，它里面还有馅料呢。哦，放 cheese 就可以了。哦 ，cheese。你们点三个，对 ，four， 哎，我，哎，加一就对了，是，加一，但是蛮好吃的，嗯，韩西，好，不好意思，我姑妈的一批给我了，来，我是你的，哎呀，This one is Taiwan local king。Just like MC BTS， you know？ 啊，哇 ！BTS is father。BTS is father。而且我先找到这个话题跟他聊天。哎，对，你还在找他妹的照片？没有网络没？我找不到那张照片。哪一张？我找温润的合照给他看。哎，他里面那个有气势，气势满满的气势嘞。我怕会很烫，你爸爸看。
给画面。哦，不用介绍。对，它里面是。哇，它是 cheese 吗？啊，它是 cheese。会流出来了。哇，哎，你牵的比较漂亮。海底捞是海底捞，怎么办？啊啊！哇！你有在麻辣锅店打工？现在重点是麻辣锅店。现在重点是我的手很烫。就跟你说很烫了吧？好吃哎，它有点像车轮饼，里面夹 cheese。对，这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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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这边有好打。哦。好打。哎呀，这有辣味的。这个这个这个。你的。这个。四个多少钱？八千。Hello， 几个？四个。四个，有帮你点一个。四个，他一个，他朋友一个。好。然后我一个。一个，你一个。你朋友两个，就是你朋友。For you, for you. Friend, friend, two. One for you and one for your friend. 这个蛮快。你朋友三个。三个。他一个。我四个一个。总共五个。为了这个公比起见，我去陪他那里吃一道。好吧，不要不然等一下都骂死我了。他的脸就在说，我就建哥在说什么？现在讲我坏话？没有啦，我怎么可能不讲你们坏话？对，啊，不是，讲出真心话。Thank you。好，趁热吃啊，都要趁热吃。三哥 ，OK， 谢谢，谢谢，辛苦了。不要走开，那个 ，see you，see you，see you， 辛苦了。哎，不行，我要去看看他。不累一下，不累一下。안녕하세요 ，sorry。嗨。한번부르시겠어요？嗨。我먹고싶어요。我먹고싶어요。Ice cream。Ice cream。Together。好可爱哦，他整个快睡着了。我唱三只脚的给他听。怎么唱？三只脚的给我听。안먹다왜안먹다안먹다안지에있어엄마공엄마공애기공엄마공은둔둔네为什么？他们觉得有点丢脸的把口罩戴起来了。Beautiful mommy。他说什么？他说都是艺人吗？有名的哈，对，都非常有名。我在那边假装翻译。Hello， 不是只有有名 ，Superstar， Superstar。Yeah， of course, why not？ Superstar， it's my friend. One, two, three。他们选的什么？冰淇淋，冰淇淋。Oh, that's ice cream here. 这个，你们跟我有吗？还有，那就各一个，然后各一个嘛。对，好，建哥要吗？好，我要沟通，别来。One and two. OK。想要这个啦，想喝饮料了。饮料，对，饮料。对啊。我们看到手上有拿东西吃的。哎，那对面这个辣妹，问辣妹，问辣妹。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对面是辣妹，问辣妹，问辣妹，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哦，뭐로보싶어요 ？Which one？ Which one？ One。Oh yeah！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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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 free， for free，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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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棒了，太棒了， for free， together， together， 一对也在买冰，好可爱哦，超可爱，来吧。后门吃了，后门吃了。哎，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不客气，不客气。真的，哎，这个卖多少钱？这蛮贵的，蛮贵的。我们这样子，五千，你好像买五个，两万一啊。两万一，我们才八万块，你这个就两万一。两万一了。哦。这个感觉很好吃哎，我超喜欢玉米的。是吗？很像台湾的那玉米杯杯。哎，可是我们这样就花了好多钱了。你觉得是不是在花我们钱的？突然间觉得事情不对了。我觉得我们要往那边去，好，就是要远离宪哥一点。好，好，这个啊，下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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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好了，芒果口味的。So what's your job? Oh, optimally.
Ophthalmology 眼科的护士，啊，你的他的看法，啊，一样的，所以眼科护士现在都这么漂亮，长得漂亮就对了，而且又有爱心，长得很帅，哎，确定吗？哎，来了，看一下，他刚看到我了，他刚看到吗？刚看过吗？真没看过，好，我先看。OK 看上面的，看上面的，我们幸福的加油。这个不错。那我们就一个这个，两个这个。啊，그러면마요하나랑옥수수크림두개로23,000가와하네육수좀주시겠어요就吃冰了对都花光了吃冰了这是在提提哦在提提哦南无海漂亮 So we're going to thank you so much. Thank you so much. Have a good time. Have a nice day. 好啦，拜拜。啊，拜拜。啊，一次买两个。开心，拜拜。我不开心，他买两个。哇，你两个，正常两个。我要吃第二个一样东西啦，来啦。哎，分享一下口感哦。我们刚可以用上一段吗？老师想要，好好吃哦。我们找一个很渴的人，要不要？好，我想找很渴的人。那个前面他在吃那个饼，那个饼会很渴，他会想喝东西。这两个人，他们吃冰的人会不会想要渴？对，而且他们是家庭。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안녕하세요。我们已经到了要住的地方了，等一下请你拿一拿。哎呦，哎，晚上这边聊天多开心啊！我们这边啊，有一个地方，它很接近最东，有一个很棒很棒的一个东西。是他的日出，等一下要看日出，哦，不是，等一下，是输的那一对。现在哨音出，比赛就正式开始啦。天哪，我们四个都没吃哦。对，后面有人来喽。是董仔，那是董仔，小心啊！我不知道，哎，不是说。抓他！抓他！直接抓他！马拉松太快了吧！哇，这根本是马拉松哎！哇，这太累了，我撑完了。三秒后给他。我觉得流星。哦，怎样才能留住你的心？不再是纸飞，有灵魂的躯体。前边在演的是啥？他竟然哭了！最后一棒是很痛苦的。韩国玩了他这么多天，没有看到大家比拼了这么激烈，这么在意。4点起床，这边的温度大概是2到3度。而且我
我们昨天已经睡很少了。本节目由福尔微创快筛冠名赞助播出。